阿离，五娘可带你看到些什么？真人，你可否教教我？我也想一起救助难民。小友为何发此愿心呢？心存太安远，身若竹波平，能见天地，见众生。小友似乎走出心魔了。 哎呀，终于到了洛阳了。我们就在此处落脚吧。秦老，长歌当真在洛阳？你要不相信我的情报，自己去找啊。旭峰，秦爷爷，阿准哥哥怎么了？他呀，没什么，他怕找不到你李哥哥。 道祖慈悲。阿离姐姐，你学的可真快啊，捣起药来越来越熟练了。 大家快过来，有贵人捐了些药送过来。公主殿下，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，公主姐姐，你来啦！ 哥，你不恨我了吗？过去是我太过于执着，一直向你拒之门外。柳烟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。感谢上苍，让我又拥有了你。我真的以为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老天，这不是让我们重新相遇了吗？快别哭了，啊！你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吗？幽州匆匆一别之后，你去了哪里啊？是直接到了洛阳吗？从幽州离开之后，我一路向北，随后遇到了孙真人，这一路走来，一言难尽。 定是很辛苦，受了好些委屈吧？都过去了，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。对了，我们之前差点就要遇到彼此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送给你的那个荷包，我之后又绣了个一模一样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还在奇怪，怎么会有人知道你送我的荷包长什么模样？ 那您为何不来找我？我去找你了，但是浩都比我先行一步。浩都他这个人啊，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他能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那时你为何会在云州啊？属下拜见统领。 公主呢？公主去前面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浩郎君来了。浩都，长哥，长哥，我还有好多话想同你一起讲。明日申时房事等我，你赶紧走。
你自己小心点，快走。好多，我的事办完了，我们走吧。你等我一下。你怎么了，公主？我肚子疼。这不有医师吗？医师。哦，不用，我女儿家的不舒服。哦哦。安柔，哎。哎，我来，拿着。公主坚持一下，马车就在前面。不，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？适才有人回报，如今太子已身在洛阳城了，巡视春旱受灾的流民，城里起了不少乱子呀。如此乱局，我希望诸位暂搁旧事，戮力齐心。秦老，我们何必假手于人？我们一样能找到小主公。那为什么还没有找到李长阁？好了，现在城中情况不明，能早一时找到小主公便早一时安心，既是合作嘛，大家就不要总争口舌之力。合作？谁要跟他合作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。喂，你是不是想跟我打架？行啊，我看大家都忍你很久了，这一路要不是秦老拦着，我早就把你揍得满地找牙。好，那你来试试。老夫上年纪了，你们年轻人真要打，出去打，别拆了房子。走，上楼。楼上的风景好啊。在战场上我赢得堂堂正正，不服来打。滚门！这些年轻人说好了出去打，哼，明天还要拿银子赔偿店家。方才若